好，我们今天上第五课。昨天最后一课，昨天最后一小节，还有人记得大概是怎么个流程吗？今天我们就是再熟练一下这个流程，这样。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一样就是今天在面对一个类似的问题，这样子。这个 data 刚开始读进来的时候，它的格式长这个样子的。这可能跟那个昨天那个有点像，我先读进来给你们看一下。好，假如说 data 3×3，我把它读进来，我把它放在 lesson 5。好，这个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中文啊？这个好像没有中文啊，这个有中文。那我要打那个就是一样 make 的，用 make 的人要多打这个 file encoding。好，我把它读进来，大家看一下。好，这一笔资料跟那个这一笔资料它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某某人在某个时间点，他做了某一个生化值的检查，这个是那个就是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啊，这样子，这个通常是一个数值这样子。好，那其实在医院里面吼，资料格式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它储存的格式才是对的。好，可是问题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格式。为什么呢？举例来说，假设我是个医师，我可能想要看的是，这个病人他，举例来说 creatinine 就肌酐酸，它的随着时间的变化。但是医院的资料通常是存成这种形态的。好，这个是有原因的啦。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想要看到的资料应该长成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怎么样？举例说，某某人他在某个时间点，他 creatinine 3.7 啊，下一次变 3.2， 下一次变 3.4， 下一次变 4.3， 我们可能想看到这样子的。可是，在整个医院里面，生化值有很多啊，对不对？他如果都用这种格式储存的话，是不是他的表格会变得非常非常宽？因为他生化值很多嘛，对不对？所以说，在医院里面吼，为了节省这个就是资料的这个储存的空间吼，他把它储存成这种格式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样懂意思吗？可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吼，我们又想要观察，举例说 creatinine 它的变化是随时间变化这样子，它的钙离子变化随时间这个样子，磷离子变化是随时间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啊，就是把这样的资料转换成这样的资料格式。这样可以吗？这样知道这两个资料格式差别在哪里啊？一个是这个跟上节课的那个最后一节有点像嘛，对不对？上节课是病人疾病，对吧？病人疾病，这一节课是病人时间生化值 value 哦，这个复杂一点，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所有的资料，要转成这个横的格式？这个是直的格式嘛？这是横的格式。某某病人某一个时间点，他某某值是什么？某某生化值是多少？某某生化值是多少？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来想一下，好不好？就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格式，就我们希望转成这个格式，这是原始的格式，对不对？那做资料转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要先想象一下，就是我的 outcome， 它的资料的 type 是长什么样子。好，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好不好？它有几个 column， 这个下面这个资料有几个 column， 我要拿什么，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个 column 数目？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就是 testNAND 的数目加 2， 对不对？可以吗？ testNAND 数目加 2， 那 testNAND 总共有几种？这个怎么取得？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取得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 factor， 对吧？我们透过 levels 的跟 lens 的组合，我们就可以获得了，对不对？这是上节课我们有学到了。好，可是啊，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它有几个 row？ 这个我们搞不太清楚，对不对？因为同个时间点，可不可能有两个病人同时测？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它既不是时间的数目，也不是病人的数目，更不是两者相乘啊，好不好？因为每个病人有不同的时间数，对不对？你就是举例说 ，A 病人他可能测了100次 ，B 病人可能测了300次 ，C 病人可能测了，举例说50次，类似这样。所以我要
针对每一个病人去这个去就是去看看他有几个时间值，对不对？然后去产生一个矩阵，然后有很多个矩阵，对不对？似乎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好，跟上次比似乎遇到一些困难啊，但是哦，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最开始我们在教矩阵的时候，我们教到一个函数叫做 abide 的，就是 abide 就是这样一路往上贴嘛。R 是什么？就是 row 嘛，row combined 对吧？就是 Excel 这样一路往上贴，所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先制造一个自己的这个 table，对不对？然后我再把它用 abide 把它合起来，这样可以吧？好，那当然我们还有 cbind 呢，只是这个情境不适合用 cbind 的，这个我不用用不是用 column bind 的，这样懂吧？这样懂意思？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目标很明确喽。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table number of column 多少，但是 number of row 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针对某一个 specific 病患，我们应该也知道它的 number of row，这样知道吧？因为就是时间数，对吧？好，所以 number of column 怎么取得呢？来，首先先把 test name 把它拉出来。好，这样我是不是取得了所有的 test name 的数目？是不是就是？21、22、23、24个。好，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个资料我有特别筛选过了，在医院里面，这个检查值的数目多达，可能有几上千个这样子。那只是我现在把常用的二十几个拿出来而已，这样子。好，所以以后，但是这个如果你要改的话，这其实蛮简单的，这就做一个索引条件就好了嘛。主要我只要做哪几个这样子。以后你们就是以后你们如果当医师。你们要想要看比较好的 table 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自己这样做。对，好，我们继续。好，当然 number of test name 这个就很简单了嘛，对不对？就直接 length 我就得到了 n test name，对吧？可以接受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虽然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的时间多少，但我们总要知道总共有几个人吧，对不对？好，总共有几个人一样。哎，注意哦，这边 aspect 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原始 data one 它的 class，它 class 是 integer，对不对？那它是没有办法用 levels 这个函数的哦。当你需要用 levels 这个函数的时候，记住要先把它转成 factor，好不好？那它才可以，你才可以取得它的那个种类数，这样子。好，所以 levels 这个函数真的是蛮好用的，对不对？Factor levels 这个是就是在 R 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函数这样子啦。哎，好，那我们继续。那 number of patient 也不是太难，对吧？好，OK。那取得了这些以后，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先把第一个病人做完？总共有十个病人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把第一个病人做完？做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资料留下来，然后把它一直往上贴，这样子，这样可以吧？所以，我们先另一个 i 等于一开始，好不好？这样可以吗？这是我们先示范是第一个病人要怎么做嘛？这样可以吧？第一个病人要怎么做？好，第一个病人要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病人的 information 在哪里？是不是 levels patient number i 这样子？这样可以吗？这是第一个病人，对吧？第一个病人是第170，他的病历号是175，这样可以哈？好。那我怎么把 data 里面跟这个病人有关的把它抓出来？来用索引函数好不好？来，这个东西等于 levels patient number。我们现在按 run 的话，是不是一堆 true 跟 false？哦，data 里面不是 data，不好意思，data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因为 data 里面第一个 column 是 patient number 嘛，对不对？这个再看一次，这是不是就是第一笔是哪个病人，第二笔是哪个病人，第三笔哪个病人？我这样问他的时候，是不是回答给我一串 true 跟 false 的向量？接着我把这个当索引条件，然后请他筛选出符合这个条件的 row，我是不是就产生了这个病人在所有时间点的检查资料？这样可以吗？好，我把它叫做 subdata。好，这个是我一开始。第一个病人他所取得的 subdata，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接受吗？全部执行次。
这个病人，我们来用 head 看一下。某某病人，在这个6点50分，他取得的这个 value， 这样可以吼。好，我们继续。好，就是这一串了，好不好？好，那接着，有了 subdata 之后，我就可以取得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他的这个时间数目了，对不对？因为第二个 current 它的时间数目，这样可以吗？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资料表哦。我们不要看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取得这里有多少种了？这样可以吧？这里有多少种类？这里有多少时间？有这个病人时间有多少个时间？是不是又是用 levels 这个组合 ，levels 跟 length 的组合就可以取得了 ？levels collect data sub data to， 然后 n 点 collect data。哎，我们发现有1532个时间点。哎，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 data 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哎，这个 sub data 它只有509个 row， 那怎么可能会有1500多个时间点呢？对不对？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啊，为什么？在讲为什么这件事之前哦，来，我们回头看一下上节课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好不好？上节课我在使用索引函数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里，好，就是我在打这一行的时候，无论如何，下面这个 levels 都会出来。无论它只有几个，下面的 levels 永远都是四个，对不对？所以其实在 data， 你如果问它 levels。data 2，我不是用 subdata， 我不是用 subdata 哦，我是用 level data 哦，原始的资料哦，对不对？你问他 length 跟 levels 的组合的时候，他回答你的也是1532，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请各位这边要记住哦，就是 factor 这个属性，因子向量这个属性，这个东西很讨厌。它在 subdata 的时候，它其实会继承本来的种类数目，虽然它其实东西变少了，但是它继承本来的索引数目，这样懂意思吗？啊，不懂，哎呀，摇头，这没关系，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因子向量，你看一下哦，举例说，我有一个我现在 x 等于 c 1 2 3 3 2，这样可以吧 ？x， 然后我现在把 x 等于 as factor。x， 现在这个 x 它的索引值是不是总共有 levels 123？ 这样可以吗？我现在打 levels 12x， 它就告诉我123。好，我现在把 x， 我现在 x 产生一个 sub 点 x， 它等于 x 里面的1到2。这样我的 sub 点 x 是不是只剩下1跟2了？它没有3，对不对？可是你问它 levels x sub x。你发现了什么？它还是有3，为什么？它在进行索引函数的缩减的时候，它并不会去减少它原始的 level 数目，这是 factor vector 的这个特征，这样可以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啊，好不好？这个东西就是在程式语言里面，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好不好？所以要解决这件事要怎么办？好，所以我们不可以直接。一个这个因子向量这样下来之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去问它的 levels， 我们必须做什么呢？我们必须重整一下，先把它的因子向量这个属性给去掉。怎么去掉这个因子向量的属性呢？啊？什么？不知道？哎，我们把它转成其他向量就好了。我觉得说我们把它转成文字向量，这样它是不是就不是因子了？这样可以吧？那我再把它转成 factor，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重新用现有的东西来制造索引了？这样是不是 levels 只剩下1跟2了？好，这样可以吗？好，这边其实我们要示范的是在 R 里面因子向量这个又令人又爱又恨的特性，这样可以吗？它好在哪里？方便，因为它有种类，对不对？可是它坏在哪里？
它的继承啊，它的使用其实很容易出错，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在使用因子向量这个东西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可以吧？好，所以既然你知道，先把它重整 reset， 先把它转成文字，转成文字一定是最好的，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文字可以允许的状况最多，这样懂意思吗？你转数值，那个因子本身的 information 可能就不见了，对不对？啊，转成文字一定原始的保留下它的东西，所以当我们需要重整的时候，我们需要其实就是 s 点，就是变转换成文字。好，然后再转换成因子。好，所以我们的 subdata2 它先变成文字，再变成因子，再 levels。这个时候我们所取得的，哎，我拼错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新的索引数？哦，130几个，这个看起来合理多了，对吧？我们来问一下 Lens。告诉我132个合理多，这才是这个人真实的时间总数，这样知道了吧？好，这样懂吗？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为什么要先转换成文字，再转换成因子，就是为了要 reset 它，这样知道吧？好，OK，我们继续，有没有问题？这里有点难啊，有没有困惑的？好，我们。都没有人回答我，那我们就先当做都没有困惑啊，好不好？这边会有困惑，很正常啊，因为这边的问题是这样，它没有逻辑，就是程式就是这么设计的。它当初因子向量被定义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有这个特性，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对与错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那有了 number of collect data，是不是我就可以产生矩阵啦？现在矩阵几乘几？132乘以24加2，对不对？24是那个 number of test name，可以吗？那个132是时间数，对吧？可以吗？好，所以我们现在产生一个 submatrix，这个 submatrix 是一个 matrix，里面都先填 NA。啊，注意一件事哦，哎，之前我们都，我们之前上次我们都填零，对不对？可是上次填零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反正它之后通都会被覆盖掉，哎，可是这次不是咯，这次有很多数值我们可能不会填哦，对不对？因为 default 的状况下，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东西都没测，通常它每一个时间点24项只会测个两三项，对不对？所以这次初始值不能乱填哦，我们可以填 NA 或是填空字元，这个就是空字元。好，我们填空字元好了，这样也可以，这样看起来比较省事。好。那我们的 number of rows 是不是就是 n 点 correct data？因为这就是时间数嘛，对不对？这个人的时间数。那 number of column 是不是 n test name 加2？为什么？因为前面两个首先是要 patient number 跟 correct data，对吧？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把 column name 填进去。现在我们的 submatrix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 patient number correct data？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生化值的名字，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继续。那 submatrix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 要填什么呢？填 patient number，对不对？哪一个 patient number？这个跟 levels 第 i 个 levels 挂钩的这个 patient number，全部都填同个人，因为这是同个人嘛。这样可以接受吗？那第二个 column 要填什么？第二看填 collect data 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填 levels collect data 这个，可以吗？我们把它填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只看前六个 column 就好了。先填病人，再填时间，这样可以接受吧？可以吼。好，那我们继续。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做完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一个 row 一个 row 来填数字？我们是不是要一个 row 一个 row 填数字？那我一个 row 一个 row 填数字，我是不是又要再写一个回圈了？刚刚 i 回圈还不够用嘛，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再写一个 j 回圈？好，j 等于一，好不好？j 等于一，我们再来做一下。
那在做 J 等于1的时候，我要怎么捞出跟原始资料里面跟这个 raw 有关的数值？是不是 subdata 里面再给它一个索引 ？subdata 里面的第二个 column， 它本来是什么？它本来是不是时间？我是不是要筛出它跟 levels 点 collect data 第 J 个有关的？哦 ，J 等于1我还没有做，跟第 J 个有关的在这里，然后我用索引函数把跟它有关的 raw 把它秀出来，这样可以吧？好，这个是不是我要的跟这个时间点、这个病人、这个时间点有关的生化值？这样可以吧？这个是我要的东西，对吗？我把这个东西叫做 subdata， 可以吧？这样子我在 J 回圈里面我就得到了 subdata， 那 subdata 我就要填到第 I 个 matrix， 对吧？我现在这个 IP 4.3 我要填在哪里？我是不是填在这个 raw 里面的这一格，可以吧？这个 7.3 要填在哪里？第一个 raw 里面的total kills 在哪里？哦，这里这一格可以吗？这个 raw 要填在哪里？第一个 raw 里面的 creatinine， 这个 raw 我要填在哪里？是不是第一个 raw 的这个钠离子？钠离子在哪里啊？哦，这里。好，所以看起来任务有点，看起来要怎么填？想到要怎么填吗？首先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要先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对吧？我要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啊？那我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有可能一次填四格吗？好，我跟你们讲，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太累了，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学这么屌的索引函数高阶应用，好不好？我先做一个示范，好不好？来，索引函数，因为你们还没那么熟，好，等一下我在公布第二种做法的时候，我先用，就是我们就一步一步根据你们思考应该怎么做，好不好？其实这个就是要一个一个填嘛，对不对？既然要一个一个填，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回圈？我就一个 raw 一个 raw 填嘛，对不对？那我再做一个回圈，我是不是 ij？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用 k 等于一？我再做一个回圈，好不好？一个数一个数填。那首先跟 subdata 里面，现在我就是要填 dk 个数，对不对？ dk 个 raw， dk 个 raw 里面的第三个 column 是不是代表着某一个生化值的名字？所以要找出它是第几个 column， 对不对？它是第几个 column， 我要怎么找呢？我们之前是不是教过 which 这个函数？ which 这个函数怎么用？我们再教大家一次。来， x 等于 true false true， 这 x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逻辑向量，对不对？可以吗？ x 是一个逻辑向量，我现在用 which 问 x，他就会告诉我 true 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吗？所以我如果我的 test name 是不是 levels test name， 我问他哪里等于 dk sub sub data k 3，他是不是告诉我这个 sub sub k 3是什么？零，对不对？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告诉我零 true 在哪里？我是不是可以用 which 找出它在第11个，这样可以吗？这是不是我要的索引值？好，当然了，我还要再加2，为什么？因为我的原始资料里面前两个 column 是 patient number 跟时间，我必须加2，所以我才知道第13个就是 IP。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原始 data submatrix 里面第13个是不是 IP？ 我们可以这样看嘛，我们自己来数。好，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IP， 看到了吗？这样可以吧？好，所以这样我就有了索引值的标定，对不对？看着哦，来，我们把那个抓出来。
K 这里嘛。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position 得到？ position 就是 current position， 这样可以吧？ current 的 position， 根据 K， 我就可以啊 ，K 我要先得到 name 等于这个。好，我先把 name 得到，我是不是就得到 position 了？这个 position 是不是就是我要的这个位置？好，那我的这个我要填入哪一个数字呢？我是不是要填入这个数字？这个是我要填的数字嘛？ 4.3 是我要填的数字，对不对？我要填在哪？我要填在 submatrix。我们再看是 submatrix。submatrix 里面的第一个 row， 对不对？第一个 row 索引值是哪一个？是不是 J？ 因为我是根据 J 来填时间的 ，J 是跟时间有关的。注意哦，你这边不要忘记哦。I 是跟什么有关的？跟人有关的。J 是跟什么有关的？跟时间有关。K 是跟什么有关？跟生化值有关的。这样可以吧？所以我的第 J 个 row 是跟时间有关，对不对？我的 current 是生化值，对不对？生化值的 information 是 K 吗？不是，是 position， 对不对？我可以把它填入刚刚我们的subdata 里面的 decay 个 row 第四个 column， 我把它填进去，这样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现在的 submatrix 这里是不是被填入 4.3 了？可以接受哦。那写到这里为止，我要怎么样用回圈把 subdata 四个全部做完？哦、oh, ，for k in 一到多少？一到四，对不对？一到四这样子，每一次不一样嘛，所以 n row subdata 可以吧？我们把 k 回圈做完好不好？好，我们把 k 回圈做完，我们看一下结果好不好？我们来再看一下。Submatrix 看到了吗？填进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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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吧？那这样 K 回圈做完之后，我们要怎么把每一个时间点都做完？再做 J 回圈 ，J 回圈怎么做？我们来示范一下 J 等于2的时候，我们再执行一次这些指令。好，我们再看一次。是不是第二个 row 也被填进数字了？这样可以吧？好，所以说以 J 为回心，下面这边所有都要执行哦。这样可以吧？好，所以我 J 回圈要怎么包 ？For J in 1到多少 ？J 是跟什么有关的？时间有关的，对不对 ？N 点 collect date， 把下面这边全部放进这回圈里面，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之前所有学到的技术，包括双层回圈怎么写，索引函数怎么用，这些东西通通都用上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把 J 回圈执行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subdata， submatrix 好不好？ submatrix 是我们填完的东西嘛，对不对？是不是每一个时间点的生化值都被填入了？我们把它 填大一点，每个时间点的值是不是都被填入了？好，这样懂吧？好，那我们来做，那我们现在这个终于填完了，对不对？这个 J 回圈现在就是我刚刚就做到这里，这样可以吧？哎，我所有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按照我刚刚讲解的过程，你们要 follow 我的逻辑去做、哦，好不好？好，接着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程式嘛，这样子每隔一次 i，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产生一个 submatrix， 可以吧？每一个 i， 我们现在 i 等于2的话，然后我们全部重新执行一次，那我们现在 submatrix 是不是就是第二个人356这一个人，然后把他所有的值都填完，对吧？那我们要如何把 submatrix 这个东西不断的使用 rbind 把它bind在一起呢？我们现在问题是不是就要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东西跟他一直 bind？ 举例来说，注意哦，这里有没有教过？这里是第一次看到，你要记住这个技巧。不过其实不用记太久了，因为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技巧给毁掉，这样子。好，来我们看着哦，在最开始的时候，在 I 回圈的外面，我们要先产生一个叫 final data。final data 是 null， null 就是空的意思。null 就是空，在 R 里面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空物件。空物件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第一次教你们空物件啊，好不好？空物件就是它可以跟任何物件合并，并且就适应它的格式。所以我们可以把 final data 以 final data 这个空物件为底，把 final data 等于 R bind 空 final data 跟什么呢？跟 submatrix 合并在一起。这样有什么好处呢？Final data 每次做完一次 I 回圈，它就会把自己跟 submatrix 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新的 final data。第二次的时候呢，它已经有一些东西了，再跟 submatrix 合并，变成了更大的 final data。这样懂意思吧？我们来试一下。当我们做回圈之前，我们先试 I 等于一，全部执行一次，看一下 final data 长什么样子，好不好？现在 final data。好，我们只看 final data 第一个 column 就好了，好不好？第一到第二个 column 是不是175的每个时间点？好，我们重新把 i 等于2，然后我们在这里全部再执行一次，我们再看一次 final data， 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是不是都上来了？这样可以吗？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这样可以吧？好。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i 回圈打包了 ？For i in 一到多少 ？i 回圈是跟谁的 ？patient 对不对 ？n 点 patient number 这样可以吧？下面这一大串全部哦，包括 r bind 的过程全部贴上来，好，全部执行，好，恭喜你成功了，这样可以吗？每一个人都上去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final data 长什么样子。好，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时间点都被我成功填上去了？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来这边注意一下，我们第一次，你看我们写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写了一个语法，写了三十几行，对不对？注意一下哦，其实从到此为止哈，你必须。在以前齁，在这一节课以前，很多人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当然你们慢慢有在改啦，对不对？都是直接写在下面一行行打，对不对？以今天的任务来讲，这根本不可能写在下面啦，好不好？因为你看你的思考不可能一次就这么完整，然后从头就打尾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在上面写一个 R 的语法。注意，我在这边教一下 R 的语法。你打开开 R script 以后，来注意，你开完之后写完之后，你可以按储存。储存，举例说，我把它存在 lesson 5，这个叫做这个，举例说 test 好了，你随便可以叫什么语法 ，OK？ 这边是不是有个 test 点啊？这个语法我把它清空，语法储存了以后，你可以直接按 source 就直接执行这一大串语法。注意，我执行完了之后，这个 final data 就产生了。我再看一次 final data， 好，它就是我要的样子，这样知道吗？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写语法的时候。必须要学着制造这个就是有点 R 的语法，这个副档名是点 R， 这个就是一个点 R， 这个 R 语言的语法，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成功的做完了。好，这个就是完整的程式码，完整的程式码就在我这里，你可以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完，好不好？那这个当然啦，你也可以档案读进来之后直接贴这里，这样就是答案了，好不好？然后你可以 write CSV 把它写出去。好，那我这边做一个小实验，好不好？来，这个你可以再下载一份更大的资料。等一下，我们的练习哈，就是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请你先复制贴上，把这个东西就再做完一次。然后啊，你试着在这里下载一份更大的资料。刚刚只有十个人，这份资料1000多个人，然后你可以把它做完，对不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教过进度霸怎么做？我们之前有没有教过那个就是回圈的进度霸怎么做？好像有，应该有吧？
我忘记在第几节课了，好不好？没有教过吗？好，我们来秀一次给你们看。PB 等于 TXT progress bar。Max 等于 N 点培训 number。Style 等于3。啊，没有，还没有学过这个。好，那我第一次，那我们就在这边第一次教好了。因为等一下那个，现在只有10个人嘛，对不对？等一下人会很多，所以你需要进度吧，看一下要多久。好，然后你做完一个 i 回圈之后，你可以在这里 set txt progress bar pb，然后 set i，这个 pb 是我刚刚产生的这个进度吧，txt progress bar。我这边真的没有吗？我觉得蛮神奇的，好吧，无所谓啦，这个有或没有都无所谓啦，好不好？可是我是有一次我示范给你看，好不好？因为我没有还是可以执行嘛，对不对？但是有了，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它就会产生一个进度 bar，像这个当然很快啦，所以我马上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结束。这个我等下找一下，我觉得我前面几节课应该有放啊，不太可能没有放，好不好？我觉得没有，我不太相信没有，我等下一定会找出来给你们看。对啊，我不哦，我只有教那个吗？好，没关系啦，我觉得你们这边需要这个东西，好，所以。请你们重复一下刚刚的过程，好不好？稍微思考一下，我怎么一步一步用三层回圈把资料从这个样子转成能用的样子，好不好？这个动作还蛮复杂的，好，试一下，好，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练习一怎么解答了，好不好？这是练习一哦，首先你要先把 data 读进来嘛，对不对？好，我跟你们讲啊，那个。你们现在有一个，你们现在有个困难，就是你们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一串在写三小，对不对？你们这个回家要回家看，然后啊，这个反正你们可以跟没有来的同学讲啊，还想学下去，学下去的结果一定是很好的啦，好不好？那个可以跟你们保证，我的最后四节课就要教你们写网页，这堂课最后四节课就教你们写网页，而且我跟你们讲，真的不用学太久，你们就会写出一个至少是能动的。啊，我的写网页不是静态的哦，我们的网页不是说就是是静态的，只是说上面贴贴自己的大头照，写写自己经历，不是那种哦，是会动的哦，是你可以给他一些你可以给他一些反应，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回应的那种哦，好不好？我们先讲好，我们的网页不是那种静态的哦，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想学，觉得跟不上，没有关系，你们先把我们今天上完之后会1到5课嘛，对不对？刚好很幸运的，下礼拜有国庆连假，我刚好不会上课，对不对？因为这节课把它上完了，所以你们到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五之前，你们寄信找我约时间，你们我都很愿意，就是个别指导，好不好？因为真正想学的人，我们都很愿意花时间的，好不好？但是就是前五课稍微就是熟练一下，你们可以带着问题来问我，这样子好不好？可以自己约时间，或想要找同学一起来都可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练习一怎么做，好不好？练习一的关键在这里，这个 data，这是3之3的 data，然后我把33改成34，你看一下，它的差别在它的第二个 colon 变成了 6，所以第三个 colon 才 collect date，对不对？第四个 colon test name，第五个 colon value，后面都一样了。所以你要可以执行，你只要把跟 test name value 还有 collect date 有关的 current 数都把它改掉，怎么改嘞？这里改成4，这 test name 改成第四个 current 的嘛，对不对？collect date 改成多少嘞？collect date 改成了第三个 current，对不对？这样可以吧？然后，在这里是不是第三个 current？这样可以吗？这里是不是第五个 colon，第四个 colon？好，你这样按 source，基本上就开始执行了。好，但是你对这个会跑非常非常久，我们就不等它跑完了，好不好？因为等一下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教一个更有效率的解法。因为你们现在，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这个会跑很久的原因，是因为在 R 里面，你们看起来好像 R bind 是 Excel 这样一个一个贴上去，对不对？实际上，它的贴不是直接真的
用就是 Excel 里面直接这样子贴过来贴过来贴过来，实际上它是每一次它都是开一个新的分页，然后它把这个复制过去，再把下面的复制过去，在这个非常非常花时间，所以说你看它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一开始跑得还蛮快的哦，它越跑会越慢，这样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复制的东西就更多啊。哎，你不要觉得电脑复制都不需要时间啊，对不对？也是需要时间的，只是比你人做的快很，就是你不感觉不到而已，实际上也是蛮花时间的，好不好？好，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要教一个新的物件，这个新的物件叫列表。哎呦，来注意一下，我们来回头想一下，我们之前就是前几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是不是有介绍 R 里面的基本物件？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一维的向量，对不对？然后属性有很多种。第二种是二维的矩阵跟资料表，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三维的也是阵列层，那叫 array。哦，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个东西，那如果有东西，不算，就是我里面想要放，没有办法合成同个维度的东西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列表，列表比较像索引。我们来看列表是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教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R 里面最后一种物件叫列表。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大概到下节课结束之后，你们所有的基础就学完了。啊，基础往往是最困难的地方啊，好不好？因为其实我是真的，我在帮你们打基础的过程中，你看我几乎不教你们额外的函数，对不对？其实那些有一些功能，老实讲，一个简单函数可能就做完了这样子。可是我是故意的，因为我想要训练你们写程式的能力这样子。之后你们会学到很多函数，你们就可以大量使用它。后面的课程其实凭良心讲，比较像是认识新的函数这样子。那前五六节课比较像逻辑训练，逻辑训练比较难。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列表层总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叫列表，就叫列表。等一下我们就介绍列表是什么，好不好？第二种叫 S3 物件，这听名字就很奇怪，根本不知道它的三小，对不对？等一下我们示范。第三种是 S4 物件 ，S4 物件，这一门课全部都不会教到，这一门课都不会教到，它很少见，但是基本上，平常我也不会主动去产生 S4 物件，只是有时候有些人会用到 S4 物件这样子。那几乎先不用学它，没关系，这几乎不影响你写程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列表层的物件。首先，你看到了吗？我已经把它关掉了，我还想说它怎么还在跑。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先产生一个 X1， 然后接着产生 M1 这个 matrix。这个 M1 这个 matrix 应该对你来讲不会太困难吧？对不对？可以接受吼。好，我们继续。接着我们再产生 M2 这个 matrix。好， M1 跟 M2， 一个4×5，一个3×3，他们两个铁定不能合并，对吧？可是有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存成同件东西啊，当然好像没什么意义啦，对不对？可是我就想存成同件东西啊，不然想怎么样，对不对？好，那我要怎么存成同件东西呢？来，我们还再产生 X3 是一个逻辑向量，这个又更难跟别人合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list。注意 L1 等于 list M1 M2 X3， 这三个东西本身是不能合并的，对不对？但是我用 list 这个函数把它放在一起，接着我们看 L1 里面是不是又有 M1 又有 M2 又有 X3， 对吧？它的合并方式是用这个索引函数，这个叫列表。 L1 的索引函数是用这个方式，列表的索引函数是用双中括号来执行，这样可以吧？好，可以接受齁。好，我们继续。好，列表的我还没有先，在我教列表索引函数之前，课程是先教 lens class lens 跟 ls。 来，这个
lens 这个函数是不是一天到晚在用 ？lens l1， 它回到3，里面有三个东西，这样懂意思吗？好，当然啦，就是我们先，既然我们已经透露了索引函数，我们就用 lens 这个，你觉得它会告诉我什么？ 20，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矩阵，对不对？我问它 class， 这是一个 matrix， 所以所有跟 matrix 有关的东西它都可以用。这是不是有点像 data frame 的每个 column 允许它不同属性的感觉？列表是一样哦，列表允许列表之下所有东西都是不同属性，甚至更夸张点，列表下面可以有列表，这样懂意思吗？列表下面可以有任何东西，包括列表自己本身，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列表装不下的，这样知道吧？所以列表这个属，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属性，这样知道吧 ？OK， 那来列表可以用 lens， 也可以用 class。class 列表，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列表，这样可以吧？好，那接着 nans l1 abc 来做矩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学过 car nans 跟 row nans？ 在列表，我们可以直接用 nans l1。我们来看一下 l1， 现在这里是不是有 a、有 b、有 c？ 它第一个东西被我命名为 a， 第二个东西被我命名为 b， 第三个东西被我命名为 c。这样可以吗？好，欸，所以啊，我们之前教的索引函数本来只能这样子，就只能叫出第一个嘛，对不对？啊，我们打名字可不可以？好，也可以，这样好吗？当你有名字之后，你就可以打名字，在 matrix 的地方也是一样哦，打名字就可以叫出名字哦，好不好？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里 k 函数，这里可以这么改，好不好？这样会不会太快？我回头看一下这里，好，算了，我们不要干扰你们好了，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们回去看到这边也会跳掉，好不好？好，没关系啊，就是你们可以回头稍微想一下，既然名字其实可以当索引函数的，所以说啊，好了，我就讲好了，反正你们顶多就跳掉嘛，对不对？至少你们想学的时候有东西。来，我们现在在执行到这里的时候 ，i 等于一。然后我做这一串的时候，然后我在 j 等于一，我在做这一串的时候，我是不是产生了 sub sub data？ sub sub data 的这一个是不是就是名字？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当索引函数？可以哦，来 sub data 第四个 column 对不对？我把它拿来当做这个 sub matrix 的 column 的索引函数。我是不是就找出了这几个跟这几个有关的这个索引值了？这样懂吗？好，那有了这几个有关的索引值，我是不是可以把第，我要填第 j 个嘛，对不对？是不是这几个数要填？这几个数要填，我是不是可以把 sub sub data 里面的第五个数，第五个 column 把它填进去。现在我们再看一次 sub data， 是不是全部都填进去了？这样可以吗？好，太快了，是不是？因为我用索引值去填啊，这样懂吗？我用它当索引值把那个叫出来。好，没关系啊，算了，就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说索引还是可以这么用。好啦，这个是有一点额外的啦，那个。看片的时候到这里都可以跳过，好不好？好，那 list 里面啊，这个 list 有 name 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要怎么把 list 里面的 names 把它叫出来？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用 names l1， 你一样可以叫出它，对不对？好，最重要的是你还给我个函数叫 ls， 也可以把 list ls 是一个专门 for list 的函数，它把list 里面的 name 把它 list 里面总共有几个东西，它把它秀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好 ，names 跟 ls 这两个函数有点不一样。names 这个函数可以直接指定名字 ，ls 不能，但是有时候 names 里面会有重复的名字，这个时候 ls 可以全部秀出来。好，这是 list 的索引函数。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前号把东西叫出来，这样懂吗？
L1 再看一次 L1 E L1 A L1 B 这样可以吧，索引函数就是这样用的 OK。 那索引函数可不可以连着用，可以吧，这样可以吗，可以，索引函数可以连着用哦，这样可以齁，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齁，我把这个矩阵叫出来之后，我连着用索引函数 list 里面的 DB 这个东西里面的第三个 row 第二个 column， 这样可以吧，好 OK， 我们继续。好，那我们的 L1 注意一下 L1， 我们现在的 L1 齁，我们现在 L1 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我问他的 class， 他是不是回答我是个 list。 我现在做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故意把 L1 改成一个叫 test 的 class， 我强迫他转变 class， 这件事情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叫 S3 物件。现在看一下 L1 哦，L1 本来是长这样子的，它是一个 list， 对不对？现在它除了保留它 list 的样子以外，它在最下面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它告诉我这是一个 class， 这是一个 test 的 class。我问它 class L1， 它告诉我这是一个 test， 这样可以吗？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对不对？好，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当你们使用 class 这个函数的时候，你可以查询该物件的属性。当你发现这个物件属性好像你没有看过，那我可以跟你们讲，这就是 S3 class。好， S3 class 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现在这是一个自定函数，对不对？上节课我们有教到自定函数。那自定函数，这个自定函数很特别，它叫 print 点 test。等于 function test， 然后下面就讲点话嘛，对不对？意思就是 test 进来以后，我先告诉他他的 length 讲点话，然后再告诉他他的 test 里面的 length 总共有几个嘛，对不对？好，注意他的表达方式 print 点 test。当我按下 enter 之后，我本来是没有 print 点 test 这个物件的哦。当我按下去之后，你看我在这里是不是有 print 点 test 这个 function 呢？好，注意哦。我刚刚在打 L1 的时候，我刚刚直接打 L1 的时候，它产生的样子是长这样，对不对？我注意哦，我现在再打一次 L1， 当我按下 Enter 的时候，神奇的事情会出现哦，它自动的去呼叫一个它的 print 函数。还记得我直接打的时候，实际上在做什么吗？实际上是在做 print 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样懂意思吗？其实我什么都不打的时候，我直接叫那个物件出来，实际上是呼叫 print 这个函数。这个我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讲过这件事了，知道吧？没有很早，为什么没有很早？因为根本没有，前面没上过几节，是不是？ print 没有啦， print 这个东西很久以前就教过了啦，好不好？没有关系啦，那个这件事也不是那么重要。今天我们教的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原来我们可以指定某个物件的 print 函数啊，只要我们用这个格式 print 点叉叉叉，这个叉叉叉就是物件的名字。我现在如果把 L1 的 class 强迫它改为，比方说 test1， 这样子我们现在在丢 test L1 的时候，它又没有办法用那个 print 的函数了。我再把它改回 test。他又可以用那个 print 函数了，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 S3 class 的特殊性在哪里？它既可以保留原始 list 的属性，又可以重新产生出一个 print 的函数，这样懂意思吗？好，我觉得你们一定完全不懂，因为这个一定要试，好不好？先试一下，可以吗？到这里为止，先试一下。好，你们的关键，你们如果有些人没有，就是到这里没有跟上的话，关键在这里，我重新再做一次。
首先我要先产生一个 list， 对不对？这个 list， 好，这是一个 list， L1 是一个 list， 对不对？好，接着我先给 L1 名字。L1 的 list 名字，好，现在的 L1 还是 L1， 没有什么不一样。你问他 class， 他就告诉你这是一个 list。好，接着我现在故意先写一个函数，叫做 print 点，我故意换个名字好不好 ？print 点 test 2 and run， 这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print 点 test 2这个函数？这样可以接受齁。好，那我现在啊 L1 我直接打的时候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它 class 它是一个 list 嘛，我强迫把它改成 test， 这个时候我打 L1 一定什么事都没发生，因为并没有 print 点 test 这个函数，只有 print 点 test 2这个函数嘛，所以我要强迫把它改成 test 2， 这个时候我再打 L1 它就会出现了，它就会自动的去呼叫哪里有 print 点叉叉这个函数，找到了它就用，找不到它就用原始的 print 函数，这样懂意思吗？好，这个东西要试好不好？这个没有那么难。好，怎么了？问啊，有问题问啊。哦 ，S3 物件有什么用吗？有时候你的列表很大很大，然后假如说我写出一个 S3 物件，你要给自己用，通常不会用 S3 物件，因为你非常清楚这个列表里面第一个东西是什么，第二个东西是什么，第三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假如说我写出来的函数产生一个列表，然后给你，可你一开始假如说你想要给人家一个 summary 的资讯，你不想要让他一下子就看到整个列表很大。你就可以给他一个 specific 的 print 函数，让他一开始不要看到那么吓人的东西，给他 summary， 这样懂意思吗？你们在下下节课的时候会接触到这个物件，好不好？我们只是先剧透，因为它跟 list 是绑在一起的，然后我告诉你们怎么产生它，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有问题可以不用问同学啊，直接举手问就好了，同学大概程度跟你不会差太多，这样子。好，那个，S3 物件齁，其实它跟所有 list 能用的函数 ls class length 还有这个 length， S3 物件通通能够使用，包括索引函数，所以它其实没有跟 list 有太大的差别。只在于它有 specific 的 print 函数，对不对？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还可以制造 specific 的 summary 函数。你现在如果对 L1 打 summary， 它基本上出来的 information 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样知道吗？我们一样可以制造 specific 的 summary 函数，执行。接着我们打 summary L1。哦，不好，我这个是 test 2， 因为我现在的 L1 class L1 是 test 2，我现在在打 L2 L1， 哦，这是 print 的，我打 summary， 它会多一些东西，因为我这里下面又给它物件属性的这个 cat 嘛，对不对？我让它 print 出更多东西。好，我这边在讲的是什么呢？以后你们用别人写的函数的时候，因为你们现在几乎没有学别人写的函数了，以后你们在用别人写的函数的时候，常常会有人直接给你这个 summary， 直接给你 print 出来的东西，跟你就是跟那个就是跟原始的东西长得不一样，因为他要给你摘要，所以直接看到 summary 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其实在呼叫 S3 物件的东西，这样子。好，但是因为它跟列表是绑在一起，它跟列表属性很一样，所以我们课程安排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先介绍了。事实上你们现在不太熟悉也没有关系，你们在第八课的时候会比较熟悉它，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你善用一下 A3 物件的格式，这是一个练习题。这个练习很简单，我不会花太久的时间在上面，你们五分钟做不出来就会给你们解答，这样子。好， test list 是一个 list， 我们把这边通通都删掉了，清空了。 test list 是一个 list， 你问他 class， 这是一个 list。 好，可是啊，如果你已经学会了 S3 物件，那我希望你啊直接打出 test list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样的描述，这样懂意思吗？这个描述怎么产生？我们好像一开始教回圈的时候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好不好？在哪里？你们抄一下好不好？我来找给你们看。在这里，对不对？可以吗？这个第二课第十一页有一模一样的东西，请你把我现在 print 它出来的时候长的是 list 的格式，我希望透过你对 S3 class 的了解，把它改成 print， 它有一个 default 的 print 函数，出现的时候就直接把每个人分数打出来。好，就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要怎么解决。这个你要用 S3 class， 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嘛。首先我要先把它的 class 改成一个 specific 的名字嘛，对不对？我改叉叉叉好不好 ？XXX， 改完之后你直接打 test list， 它就会下面就有一个额外的属性叫叉叉了，对不对？好，接着我是不是可以给它一个 print 点叉叉叉等于 function x。好，里面放一些我要做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要做的事情，我不是说在这里吗？一个 for 回圈这里，对不对？我把它复制贴上这里。但是啊，这个 student 这就不是 student， 是 xx 物件里面的第一个索引，对不对？第一个这是 student 嘛，对不对 ？x 第二个，这样可以吗？好，我现在把这个函数产生出来之后，右边有这个函数了，对不对？我现在再执行一次 test list， 看到了吗？就出来了。好，这样可以齁。那个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就是难啊，回去看一下影片想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课程还是有一点进度压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第三节这样子。好，第三节啊，就是我们在第一小节的时候，我们要教第三节，一定要先教第二节列表啊，不然第三节没办法做。在你做第一节小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发现这一串指令，这个是练习3-4哦，这是大档哦。我们按执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速度，注意哦，它一开始1、2、3、4，一开始还算快哦，会越来越慢，因为 Arbyte 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记忆体很不友善，好不好？我刚刚已经讲过，它的处理方式先复制，先产生一个空的资料，然后再复制再贴上，好不好？所以我们先把它关掉，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学会列表了嘛，对不对？所以不同形状的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列表把它合在一起，对不对？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第一个人呢放在某一个列表的第一个物件，就是列表的第一个索引里面，然后第二个人放在列表第二个索引里面，第三个人放在列表第三个索引里面，对吧？可以吧？好，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验。我们现在首先 RNOM 这个函数哦，是随机从常态分布里面抽20个数字出来，20是后面的参数， RNOM 是这样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不用学啊，我这边只是产生一个范例资料跟你们示范一下而已。好，来可注意一下我这一串程式码在做什么事情好不好。来， base data 等于 data frame， 这是一个20，然后还有20乘以2的一个资料表，对不对？然后按照我刚刚 final data 等于 none， 然后我连续做1000次，
我一直把 final data 跟 base data 把它一直 arbitrate 起来，这样我最终全部执行，他告诉我时间花了 0.33 秒，然后 final data 的 unroll 是不是就是2万？可以吗？20的资料我把它一直贴了1000次嘛，对不对？所以那个 number of rows 是2万，这样可以吗？好，我现在把1000改成2000，再执行一次，你发现，他花的时间超过两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跟我刚刚讲那个东西有关哦，好不好？因为它对记忆体很不友善。好，连续合并4000次，再做一次。这个 T0 等于 system time， 这个我在算时间嘛，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好不好？似乎又不止两倍了，对不对？两倍应该是 2.6 啊，怎么会变 3.8 勒？所以说这个方式不太好，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哦。我们把刚刚的程式码换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差别？我们刚刚是一个 nun 嘛，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产生一个 nun， 对不对？然后用 arbyte 一个合起来。我们现在先产生一个 list， 这是产生一个空的 list。现在 data list 是一个空的 list， 这样可以吧？然后我们把 data list 里面第 i 个 list 一个一个填进去 ，i 等一的时候它就填在第一项啊 ，i 等二的时候它就填在第二个啊，都填 base data。我们现在按 run。你看他花了 0.01 秒，这跟刚刚前面的速度差了多少啊？差30倍，对不对？而且我们把1000改成4000，你看一下会差多少？ 0.02 秒，几乎不算时间啊。这样你知道列表有什么好处了吗？为什么列表这个好处？因为列表只是一个索引值啊，这样知道吗？你们现在要了解一件事情哦，这个在我们学程式语言至今都还没有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啊，在电脑里面，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物件在电脑里面，它都储存在硬碟里面嘛，记忆体里面。记忆体说穿了也是硬碟。好，所以其实你的某一个东西，其实就是硬碟里面的某一个区块。这样知道吗？这个是计算机概论会教你们的事情，可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课，好不好？计算，其实电脑里面你们现在看到的 Word 一个档案啊，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其实都是硬碟里面的某一个区块。这样知道吗？刚刚讲 data frame， 你说我要把 Excel 的这个表跟这个表把它上下贴在一起，可是我问你一件事，你真的在做硬碟的时候，它不是随时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资料吗？它怎么可能连续呢？你懂意思吗？我今天产生一个，我要把这个资料跟这个资料贴在一起的时候，它在硬碟空间中就不是一个连续的啊，对不对？它中间可能又写入了什么，又写入了什么嘛，对不对？你的电脑无时不刻在写入新的东西，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说他要把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去后面产生一个新的空间，然后把这两个区块的东西复制过来，所以会浪费时间。但列表呢？列表只是建立一个索引。我告诉你，列表里面的第一个东西在硬碟哪里，列表里面的第二个东西在硬碟哪里，他不需要连续的空间，这样知道吧？列表快是快在这里，这样懂意思吗？我觉得应该是蛮难懂的，但是你们试着回去再想一下我的话，你们其实不懂也无所谓啊，你们只要知道列表比较快就好了。这个跟你们要了解计算机怎么运作原理有关，就是电脑它是怎么 work 的，这样懂意思吗？好，不过医学院不会教这些东西啦，你们只要知道非常非常快就可以了。好，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列表啊，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啊，因为列表我怎么 write CSV 出去，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还要把它合并成同一个 data frame 嘛，对不对？我要怎么合并呢？来看一下后面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叫 decode， 这是这个新的函数啦。这个新的函数在我们做示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开一个新的，免得干扰到你们。好，来，我们来解析一下这里。这一行
我读档的时候，我是读这个。好，你注意一下我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标准的读档的这个第一，这个我现在先清空。第一个这一行是不是就是标准的读档函数？我把 data one 给读进来，对吧？可以接受吗？那这个呢？第二行是什么？第二行是我产生一个叫 parameter list，这个 list 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叫 file 是。File 就是它的 pathway 嘛，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我刚 read 点 CSV 输入的这里？Header 呢？是不是我输入的这里？File encoding 呢？是不是我这里是不是对应到这里？这样可以接受吗？好，doCode 这个函数可以拿来干什么？doCode 这个函数可以第一个参数下的是函数的名称，函数的名称就是 read 点 CSV 嘛。后面是输入一个 list，这个 list 是要丢进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所以这一行这两行的结合跟这一行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知道吗？这 doCode 这个函数是另外一种使用函数的方式，这样知道吗？在 R 里面我们使用函数，我们本来只有学第一种用法嘛，这个是新学的啦，不会正常的，好不好？好，那我要怎么说明 data one 跟 data two 是完全一样的呢？有个函数叫 o equal，我们现在打 o equal data one data two，它回答你 true，就代表两个档案、两个物件完全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同。好，所以当你知道 doCode 这个函数，我可以把很多个物件放在 list 里面，并且让它执行某一个函数之后啊，你就发现我们可以用。doCode 这个函数把 data list 把它合在一起，这样知道吗？把 data list 把它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ata list 里面是不是有4000个资料表？我可以用 doCode arbind 把这4000个通通丢到 arbind 这个函数里面当参数，它就会把它合起来了。这样懂吗？所以我现在再执行一次哦。0.14秒就做完。现在这个 my data 它的 n row 就是8万，为什么？因为每一个 data 有二十个那个 row，然后总共4000个嘛，对不对？它就是8万。好，会了 doCode arbind 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哦，再做一次练习三，再做一次练习一。这里我们直接示范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这里有点跟不上了，你们要回去看讲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的程式码在这里。我现在把它又把它清空了哦。刚我们程式码的关键是不是在合并档案的时候是用 final data 等于 none，对吧？然后我们合并的时候是不是先 arbind final data，然后跟 submatrix 一直合并起来？我们再执行一次，我们看一下那个时间。我们按 source 的时候，我们执行看一下时间，是不是有点久的感觉？好不好？我们把它关掉哦。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把 final data 改成 data list 等于一个空的 list，这样可以吗？接着我们的 submatrix data list 里面的 di 项。这个物 list 里面的 di 项等于 submatrix，好，我们把这行删掉。最后，我们再把 final data 等于 doCode arbind 逗点 data list，对吧？我们再全部重新执行一次，看一下速度好不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是这个速度绝对比刚刚快啊，好不好？好，全部执行完次，这个最后你得到的 final data 就是你的结果了。我们今天就等它跑完，然后把它 write CSV 写出去，让你们看看，好不好？好，那这个回去的时候，
好好看一下，就是我们总共有一个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上课是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刚好这一次学习课程安排的不错，这样子你们有一些充足的时间去重新去思考一下，我们从第一课上到第五课的内容，这样子。好，来，我们今天稍微做一个小结。到今天为止，你会觉得很难，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断在思考，我怎么用有限的东西做出 我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再想一下，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标要长什么样子。根据我们的目标，我们再一个一个去拆解，说我们的原始资料跟我们的目标资料到底距离有多远，对不对？然后我们把一格一格用回圈一格一格把资料填进去，对不对？我们几乎就是用回圈一格一格填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写程式，学会熟练的操控回圈，这就是写程式。82% 了，其实蛮快的啦，对不对？好，我们最后把 final data 写出去哦。看完了我们就下课。TTT.CSV raw names 等于 false。好，我把它写出去哦。好，我们把 TTT 下载下来。啊，这个是那个就是 encoding 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可是你们是不是有注意到，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大表？这样懂了吗？然后这是第一个人，第 N 个人这样子。好，这样可以吧？好，那在如果你是 make 或者是我的话，你在这里就要打了 file encoding。我就不再写出一次了，好不好？ 950 Windows 跟其他系统的转换的时候，你永远都要用这件事情，这样知道吗？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啦，好不好？那有问题的话就那个再找我约时间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要确保上下一节课之前都要那个都要跟上。